少年梦去行走天涯，见面面青山作屏障，笑乱世空旷，江湖游侠一丝害怕惶惶，满腹过往。我魂被放安康，孤影的轻蝶风沙，御风的潇洒江畔人歇沙，幽魂的一壶老茶，饮下故事的沙哑，许过了佳话再整装出发。有埋伏，统统给我烧射！娘亲，娘亲！小主人，小主人，你没事吧？还在惦记着比赛呢，吓死我了，原来是做梦。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娘亲他们回来了吗？已经申时了，小主人。主人他们按理说应该快要到了。哎，金装伞放在我书房的檀木盒子里，速去速回。好。哎，小主人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何去拿药？娘亲她是不是出事了？主人没事啊。吓死我了。那为何小叶她今天脸色那么难看？因为主人和玉阳君没事，其他人都被雨家军给打伤了。啊，那比赛岂不是输了吗？是啊。哎，也不是。到底输了还是赢了？平了，平了！最后的时候，主人和玉阳君合力力挽狂澜，从余作霖手里抢了半面战旗，所以啊，明日还要擂台加赛。哎，小主人，你对你的逆徒还挺上心的嘛？谁说的？我倒想看看他被别人揍的样子，估计他明天就要惨喽。怎么样了？和钟暗夜未一样，皆是受了内伤，不过不影响正常行动，短期之内无法再与人交手。明日的擂台赛你们就不必参加了。我还能一战？你这个伤势即便是参赛也会拖后腿。公子，是莫贤的失职，暗夜未经公子调教，三年内大小战役从未失败，结果却止于莫贤，请公子赐罪。此事也怨不得你，如今余家军实力暴涨，甚是古怪。公子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，今日我发现余家军中身手高强的关阳、范仲二人并未出现，倒是有一些生面孔，不知这余作霖是从何处寻来这些高手的。关阳、范仲这两个名字怎么有些耳熟？行洛，此事你怎么看？
战力暴涨尚可以理解为是换了高手，但对方中了我的毒针却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不正常。我与余作霖对掌之时，也发现他掌力凶猛，异于常人，而且余家军个个高壮如牛，身法迅捷，速度奇快。这么说来，对方用这四味草药研制四杀膏，不是用来对付我们，而是制作另一种药剂，供自己服用，提升战力。那难不成是神农医典里的其他药方？不可能，此书我倒背如流，定是遗漏了关键的药草。既然余作霖得到神农医典不是为了此药方，那他为何费尽心机得到此书？想要此书的人，或许根本就不是余作霖，而是修罗门。因为余作霖根本就不懂制药，应该是那修罗门的门主来研制的。如此说来，修罗门只是为了夺取神农医典而利用余作霖，那他们夺取神农医典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眼下我们还是先应付明日比赛之事吧。明日的擂台赛，伤者不必参加，我自有对敌之计。大哥，我意已决，无需多言。我可是有后招的。什么后招？我就知道你另有所图。明日凶多吉少，我不想让你冒险。那就是没得谈喽。大百合，对娘亲图谋不轨也就算了，居然还跟他打架，实在太过分了。嘘，楠楠，这男女之间的打架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这其中的门道一言不可道尽，不懂就别瞎插手。我非要把他弄个明白。下手可够狠的呀，不过这些招式我在药王岛已经见过了，对我没用，乖乖把令牌交出来吧。与虎谋皮，怎能客气？我看你才像母老虎。少跟我不正经，对付你这种心思不轨的人就得下狠手。可我的心思一直都在你身上。靠得太近小心中毒。只可惜这世上没有比我更了解你的人，你的一个眼神，一颦一笑，我都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。劝你还是别做无谓的挣扎了。你以为你对我了如指掌，你以为你胜券在握，殊不知早已落入我的陷阱。叶修铎，你再这样我可要喊人了啊。你觉得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？小叶这个孽徒居然敢欺师灭祖，对师乃不敬。别急嘛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
你对娘亲做了什么？我只是想让你娘亲好好睡上一觉。你别想骗我了，我在外面可都听见了。静怡，你先回避一下。正所谓是徒不教师之过，我要和这个不孝之徒来一场男人之间的谈话。徒儿，你说的可是真的吗？句句属实。服药后的于家军实力深不可测，即便是我也没有办法在明日擂台上护好你娘亲的周全，所以只好出此下策。楠楠，你从小没有父亲的疼爱和保护，只有娘亲，所以你不许任何人从你手中抢走娘亲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娘亲其实和你一样，也是需要别人的疼爱和保护的。楠楠，你能理解我的对吗？能，身为男子汉，换做我也会那么做的。那楠楠可以不唤醒你娘亲吗？不行。除非呢，你答应我，明天让我陪你一起去赛场。一言为定。楠楠，那你不生我气了？谁说的？只不过大敌当前，你我之间的事先放一放而已。公私分明，有我的风范。给你娘亲写封信，让她安心。嗯醒了，叶修独呢？嗯，他们已经出发去赛场了。这个大骗子！哎呀，别生气嘛，来喝点汤，来趁热暖暖身子。娘亲，我已经原谅徒儿了，他的确是为了娘亲着想，你不要怪他。娘亲放心，此行由我督战，徒儿定能一战功成。好啊，这师徒俩自作主张。今日我发现于家军中身手高强的关阳、范仲二人并未出现，倒是有一些生面孔。不知这于作霖是从何处寻来这些高手的？果然如你所说，于家军中被换掉的大部分人都出现在了诡异会诊的名录上。他们身上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出现在名录上的人自然都是因天竺花而感染的花疹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容易感染花疹的体质才是被他们真正替换的原因？你的意思是，于作霖研制的令人功力暴涨的药剂都与这些过敏者体质相克？确切地说，我们遗漏的关键药草很可能便是天竺花。想要扭转局势，看来只能去天竺花的种植基地三门镇走一趟。于作霖的制药窝点很可能就在那附近。擂台赛要打多久？打满全场的话一个半时辰。我们骑马去三门镇至少要半个时辰，往返一个时辰。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应该来得及。时间紧迫，我们立即出发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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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
小主人，要不然我们帮玉阳君喊个口号，打打气。幼稚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不能像我一样成熟点吗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快点啊！早知道我就不来了，留在青囊阁陪莫贤姑娘。本次选拔赛加赛共分为三个回合，期间只要有一方倒地不起，对手即为胜者。现在本官宣布选拔赛加赛正式开始。树上的天竺花并没有被采摘过的痕迹。爱上你之后才让我明白，哪管沧海桑田，只求一世情人。莫贤姑娘，你觉得呢？哦，玉姑娘言之有理。虽时值深秋，可这儿的落叶却寥寥无几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不会是被风吹走了吧？不可能，我经过几处树林的时候都看过了，都是满地的落叶，唯独这天竺林最为特殊。依我看来，我们遗漏的不是天竺花，而是这天竺叶。这花和叶都出自于天竺树，肯定有引发花疹的成分，所以这天竺叶被人收走也合乎情理，咱们去附近搜索一番。走。等等，有人来了。所料，这帮人拿着天竺叶竟然在此制药。防守如此松懈，我们不如跟踪他们，找到老学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如此重要的制药据点，很可能有双科和其他高手在此坐镇，我们只能智取。哼，好一招偷天换日啊，看来是时候会会我那不成器的师妹了。子面，你难道只敢做个躲在将士背后的缩头乌龟吗？有种下来与我一决胜负。本将军也正有此意。滚。Thank you.
这趟怎么这么久？副门主在这还敢偷懒？赶紧的，送去，全都给我装满了，干活麻利一点。居然是你！你们居然找到这儿了，把丹药交出来，或许可以饶你一命。这五桃散是门主独创，即使你有配方，也找不到解药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双科轻功了得，我们追不上的，而且他了解附近的地形，当务之急应是赶快研制出五草散的解药。你们抓紧时间寻找余作霖的证据，我们分头行动。第一回合结束。武生救了你一命，是吗？好戏还在后头。哎，小叶，刚才真是太可惜了。你，小主人，快给玉阳君喝点水吧，补充补充体力。哦，对对对，喝水，喝水。大哥。这样耗下去可不是办法呀，我心里有数。哎，小叶，你拿出大战拓跋血手的气势，一定会把那个大坏蛋给打倒。夫君，我刚收到双科的飞鸽传书，玉清洛已经将三门阵找到，将木寨控制。放箭！玉清洛，你今天死定了！居然是你！好久不见啊，师妹。六年前你坠崖，居然没死，还和鬼医勾结在了一起。那你可真是后知后觉呢，你也是如此自以为是啊。当年要不是我金盆洗手，副门主的位置定是我的，不管你今天带了多少人，还是我的手下败将。都退下！今天
我就替门主手刃了你这个叛徒。玉阳君终于要使出听风剑法了。听风剑法，于作霖那个大坏蛋马上就得完蛋了。玉阳君听力受阻，无法判断敌人位置。第二回合结束。一切都结束了，师姐，最终赢的人还是我。要杀要剐随你便，这些话你留着跟阎王爷讲吧。浩然，下次你可没这么走运了，撤！你没事吧？谁让你救啊？老娘还生着气呢。你身处险境，我怎能见死不救？况且在我的感化下，你终于弃暗投明。我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成果，我怎么可能？闭嘴！小叶，你流了好多血，我们认输，第三轮比赛不比了，好不好？我在父王临危前发过誓，定要带着叶家重返四国大赛，绝不能食言。我不让你走，你会死的。李大人。楠楠，你记住，暗夜卫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。小叶，你还记得约法三章吗？在为师正式收你之前，我这儿有约法三章。第一，你得保证为师永远有鸡腿吃。好说。第二，你得时刻保护我周全，不离不弃。好。这第三，算了，还是想到再说。你还欠我第三章，现在我想到了。第三章就是要你立刻马上退出比赛。那日在刘丹山，你我早已断绝师徒关系。哎呀，那
的是我骗你的，你永远是我的小燕，我的好徒儿，你还是我心目中的冠军。这便足够。叶修毒，没想到你竟然撑到了第三轮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结局都一样。这是叶家绝学绝命剑法。原来小叶还有绝招啊。可听江湖传闻，此剑法极其消耗体力，若一击未中没能杀死敌人，便会……现在的玉阳君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拦住他！没事吧？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这明明就是娘亲回气丹的力量。将军，无草散的药效好像消失了。玉清洛，是你搞的鬼！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清洛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为了楠楠，这一拳是为了青龙。徒儿干得漂亮！我宣布，本次比赛叶家军获胜，我们赢了，将代表封仓国参加四国大赛。余作霖，你六年前狠心将有孕在身的我沉入河底，你可曾想过会有今日？今日你饶我一命，岳父的一切
都给你，只想要你的命。秋草黄，人间数落几道伤，不曾荒凉心岂能发荡，你我怎随天意遇上，年轮复写了几卷，一命运无常，梦在越沉越不完，明月思念为伊人绵长，就让这眼泪好强，铭心是隐藏，人影过后荡，解除时光之手痴狂，纵横过千山。